阿巴阿巴阿巴。音乐，音乐，音乐，音乐。哎呦，初见安安，早安早安。可奈安安，嗯，你在我生日那天追随我，哇哦，厉害了厉害了，难道这是命中注定吗？米莉安安，雅雅安安。我们等一下，因为我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居然直接没有什么片头动画什么之类的都没有，他就直接进入主线的样子，吓傻了。K 晚安，哭，哭晚安。哎，主播不困，其实现在蛮强的。哎，半夜在玩泰拉瑞亚，哎，怎么那么好玩？可恶。好，孙猴子安安，早安。我们先聊到30分吧。然后如果大半夜开台，又一大堆没跟到，想说不然就早点开吧，对吧？早上开啦，早点开。尿皮，对啊，感谢米粒的五小姐姐。Switch 的话可以开皮啊，因为它不吃电脑效能。快乐。咦，是你吗？对啊，不是你吗？可奈啊。啊。弄完 PS 手把，再换为 Switch 手把，好不习惯哦。我的跳跃键变成，我的跳出键变成确定键，确定键变成跳出键。早安，晚安，怎么了？你要睡了吗？还没睡。不确定会开到几点啊？如果太热的话，就关台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嗯，你也是不知道我溜来突袭了吗？不会啦，最近会比较常双开啊啊，因为突袭延迟比较低，而且它有很多那种互动功能可以玩。你这么早开吗？我没睡觉。你看，比如说像这个功能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好、哦，就比如说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 YT 就没有这个忠诚点可以挂。A B C D 安安。我肩膀这一只，我调一下好了。摇头上，Nike， 感谢追随，欸，感谢 follow， 怎么会有两个啊？
等一下，撸哥吗？撸哥安安。你怎么还没睡觉？这时间，乖猫咪应该要睡觉的啊。早安啊。头上有兔兔，对，这个是偷吃生日蛋糕的兔兔。猫自己安安上班去，没办法要出门了，哎，路上小心，是，出门加油，真讲小心。好啦，开始玩了，把声音关掉了。OK， 开始。怎么这两天都在我上学时间直播啊？没办法，没事啦。我很抱歉啊，毕竟最近作息正常人。波西没有睡觉，头会晕晕吗？要看呢。好，来开始了。因为刚刚打开的时候发现说啊，已经开始有一些剧情了。想说等开台再来看，开台晕哦，不会，反而会开始不耐烦啊，不耐烦是真的啦。小废图拔掉了，因为我最近没空画画了。这样，还是我现在马上开给你换，换完再关。难得你那么早出现，雪莉安安。看一下，走路、攻击、射箭 ，X 射箭 ，A 是丢东西 ，A 放下 ，Two 挥剑，举盾，哦，会想跟悟空一样闪的耶，白痴哦、喔！你们等一下看到我举起手榴弹，就是我想要闪避。滑鼠一直跑出来，烦死了！哦，没事。哎呦，哎呦！等下上课了，不能偷看，加油啊！哎呀，
又是你啊，又是你啊，哎，是我是我，这次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今天就送你和公主一起上路咯，这么好。他没有闪避，他没有闪避，我想闪，哎呀，咻！好，会了，跳！念彩安安，晚上好。喝水，哎、欸，你也要喝水啊！听到没？有没有听到？哎啊！叮！你看，它还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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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好吗？你最近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尼莫安安。哦、啊，左摇杆，我摇摇摇摇摇摇，我翘，我翘，我翘。哎呦，可以跳吗？喂喂。哦，你是谁？调查老公的衣服，绿衣剑士遗留的兜帽，戴上后完全可以遮住脸孔。哇，缩圈跳，Happy Happy Happy，喂，我以为死了欸，我手要放开咯，手要放开咯，当雨安安，明明是萨尔达，却好像什么恐怖游戏，不会恐怖啊，蛮可爱的啊。那是宝可梦啊，哈哈。
好、哦。我其实太好了，您平安无事啊，您没有哪里受伤吧？公主殿下被掳走这几天，我们每天都过得这是什么什么不安，喘喘不安。哈哈，哎，我竟然不熟这个字。士兵每天到处找，都找不到您，大家担心你是不是遇到神隐。画师公主殿下陪我玩，陪我玩，而且又出现一个很大的裂缝，还有公主今天连回来。公主殿下，请容我重新再说一次，欢迎回来。你要不要先去见海拉五国啊？踹哦！所以安妮才会说这是林克传说啊。阿长，阿长早安。哎，有啊啊啊啊啊哇，可以随时进去哦！呜呼，嗨，你好。嗨。萨达殿下，英帕大人听说你被抓走，受到很大的打击。我一想到现在应该在城堡，请您赶紧去见见他吧。可以，可以。哇，我们不是勇者大人了啊！武功。武功。他下巴有点。我们不分昼夜一直在找您啊，幸好最后还是找到您了。感谢，哎，对啊，会跳两个东西耶，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？我看一下哦，啊，又要等下一个波，下一个波什么？看一下哦，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先关掉。好奇怪，对啊。其实有两个设定呢、啊。哎靠，对不起。对，我回来了。啊啊！我看到上面有箱子了。这个是箱子的，对吧？这是给公主的，对吧？呜呼！怎么 Pigan 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之后变成？怎么回来之后公主变了？哎、欸，谢谢，谢谢我，我刚好想要知道。哎呦，我觉得我可以跳，再跳，不行，它上面是空气墙。你看，上不去，没塞、欸，不行。通知变回来了，没有啦，一个是因为本来是一个通知，可是那时候找不到，我就开另外一个，可能就是因为冲突到了吧。
这什么屁孩？怎么失踪这么久了，回来怎么人变了？怎么被鬼抓走？哦，猫咪耶！欢迎光临，你不是萨达殿下吗？你竟然独自回来了，我们的公主真是啊，厉害吧？还没啊，不能先。听说各地都出现了城里那种裂缝，这什么意吗？完了，什么东西嘞？好像知道的字。有边念边，城八，猫咪耶，对啊，不能抱，不能抱，不能撸，从后面来。萨尔达殿下，您真的平安回来，我这辈子恐怕没什么放心过。哎呀，先别管我，您现在应该好好休息才是。哎，真的哎，现在公主殿下只睡三小时。嗨，好久不见，扎西布利，臭小子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跟萨尔达殿下说话呢？哇，现在换萨尔达是哑巴了，是不是？欸、上面的娃娃我喜欢，征收征收。征收上面的娃娃，公主喜欢。欸，你脸颊可以捏吗？仰卧起坐十次开始，什么东西？哦、oh. 哦、oh? yeah. 公主殿下，幸好您平安无事，想必在城堡里等待的众人也松了一口气吧。啊，这突然出现的裂缝虽然没有扩大的迹象，但前几天去摸传闻中。传闻说出现裂缝的土地会有人失踪，这种现象被称为谁？啊！哦，这是你家哦，好可怜哦。虽然房子变成这样子，但在拯救完毕之前，我们暂时就是存放。哎呀，住在房间里真棒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能住城堡谁不开心啊，对吧？嗨，萨达殿下，自从听说你被抓之后，我这七天有一天吃安稳。哎，你不是跟我前几天一样？不过看到你平安回来，我又恢复精神。萨达殿下，欢迎您回来。嗨，我回来了。错，只要加强练习，就不惧怕任何怪物。我坚信这一点，不断训练自己。哦哦，没了。哟，太好了，您平安归来，我好担心您会一去不复返。大家每天到处找您哦，喵喵。来玩嘛，来玩嘛！哦，不是，陪我玩，陪我玩。哎、欸，这边来过了。哎、欸，嗨！被怪物囚禁七天，你居然变成鬼？不会是萨尔达殿下？看来不要担心了。哈，拍马屁得到位！哎、欸，狗狗来！
臭狗卡我。臭狗啊！你怎么一直换喝水？好啦，喝啦，喝啦，喝啦！你怎么了啊？哦，好像可以耶。哎，臭狗，结果。我上去，不行，上不去。嗯，没有啊，你是要把我灌到去厕所？狗狗，好多狗哦。二，都是约克夏哎。哦，头好亮！身为侍奉王族之人，我深感愧疚，今后我会更加努力鞭策自己。好，就喝水。那你也要喝呢，不准不喝哎、欸！嚯哦哦！你不喝水就会像这样子啊？像怎样？就会有人在你家丢罐子。如果你家有二楼的话。还没打怪啦，唱什么歌啊？你浪费啊！五万点呢、欸，利恩五万点呢、欸，要打什么 BOSS？ 英帕，公主殿下欢迎回来。下来是这样，公主殿下没入。英帕，我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。现在各地都出现了裂缝，哎、欸，还好，那个二郎神那边没有人欢，不然我要唱一个小时的歌、欸，哎，打不赢，打不赢。不过想到公主殿下归来后，一定能激励大家的。虽然我早就知道您非常有活力，但没想到您居然能独自回来。啊，林克呢？哎呀，看到公主殿下回来，真太开心，就忍不住多说一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海拉鲁国王正在等着您。我这就去做你准备入浴的热水，好，一起洗。好，国王在前面等我。该不会你们是餐厅吧？呀，这是我的房间，不是餐厅。呜，猫咪。有品味。难度是什么意思？可以吧？要上来嘞、欸。有马哎。欸地鼠，很可爱哦、喔。对，你今天没跟我打招呼，我有说，我有说玲玲，对不起啊，好像没有。玲玲安安，玲玲早安，可以吗？这样有弥补没有吗？现在也没有用了，是不是？玲玲早安，
不是哦，你就先换喝水啦，我就先喝水了啊。啊，不是，我就说你要，你也要喝呢，你也要喝呢。哦。左姬将军，右达利大臣，你们两位的心意让我这个父亲十分欣慰。现在不是应该为我女儿的归来感到开心吗？哈，嚯嚯，大达很高兴你能平安归来，来这边让我好好看看你吧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您真的真的是哎、欸，真的平安无事。好了，告那么萨达，告诉我们吧，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说你被蓝色怪物囚禁的时候，一位绿衣服的剑士救了你。他们还不认识林克哦。嗯。但是打倒怪物的剑士被吞噬了。嗯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救你的救命的人，那名剑士被裂缝吞噬，也代表是不啦啦啦啦神影。嗯。听起来对他的时间线不是以往的时间线呢，听起来就是希望他平安无事。嗯，您说的神影是指国内四处人消失的那个？嗯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在海拉鲁接连发生的可怕现象。自古以来，各地都有曾发生过孩子被裂缝吞噬后下落不明的情况。我们称为神影，并一直对此保持警戒。然而，我们却对神影现象无能为力。那些被留下来的人们悲痛欲绝。哎，看字对我来说真的好痛苦哦。近来这段时间，神影现象似乎不断的在各地发生。哎。而且最近不止孩子，就连大人也失踪。有没有可能孩子长大了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？不管怎样，我们也尽快的去找出那位绿衣剑士才行。国王陛下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不好了，各地陆续传来裂缝所造成的灾情。你说什么？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？遵命。这样有人目击哦、喔，哎呦喂、欸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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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可爱哦、喔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、喔。你会不会是抬头啊？米诺村那边似乎有人被裂缝吞噬下落不明，还有报告指出海拉鲁平原出现黑色怪物，并袭击了附近的居民。居然有这种事情啊！我知道情况了。召集士兵们，并传令下去，要他们做好出发的准备。你负责继续调查裂缝，一定要找出拯救吞噬的人。右击将军，你负责对付那些冒出来的怪物。士兵，指挥士兵们好好做。哎呀，水喝太多了，现在好会打嗝。啊、哦！各位要将这次的事件视为王国的危机，务必查明裂缝的真相，找出那些人。好的，好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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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
狂龙阵。哼，贝贝，把这个人关进大牢。好。嗯，这个裂缝是我女儿萨达制造出来的，如此危险的力量，绝不能放任不管。虽然我也不相信，但左右基将军和左达利大臣都是人证。不要拖拖拉拉，快把人关进大牢！哇！还是不会自己关哦。哎呦！不是要把公主殿下关进牢房呢？国王陛下到底在想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听说王座大厅的裂缝是公主殿下制造出来的哦。咦，不会吧？这么说，难不成各地的裂缝也都是？没错，没错。哎，圣母安安。听说只要公主殿下活着，裂缝就不会消失。所以为了王国。陛下似乎也考虑将他处决。掉。哦。啊，我才退一下哎。早安，打个招呼。YT 的棉被猫安安，你看得到我吗？我的名字叫做托利。我之前被那个蓝色怪物抓住了，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观察着你。你来到这座城堡，所以我也跟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奇怪，明明你这贴图就很可爱啊，怎么会找我画？萨尔达，如果你待这边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把你关进牢房的人，好像是国王陛下。那个人说，尽快处决，做好准备。听到这句话之后，就想着要来告诉你。国王陛下，他被裂缝吞噬了。在那之后出现的三个人都是冒牌货，这样啊？你们称呼这个为冒牌货啊？你们称呼这个为冒牌货？看来你也察觉到了。大打来这边这两位钱，只要救出那些被吞噬的人，就可以让真相大白。但是被吞噬的人无法自行逃脱。只能靠你我二人一起把他们救出来。可是现在先解决你的困境，我们先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吧。哎，你教我怎么穿墙啊？啊，你不会穿啊，这样子。哦，抱歉抱歉，你不过来吗？哇，然后把力量借给你吧。哦，我知道 ，PO 有一模一样的法杖。得得得得，接下来脱力之杖，我骂他脱力之杖，有着和脱力一样颜色的神秘魔杖，带着些许温暖。哦，我能将这世上的东西再出现一模一样的，大大复制。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但这个力量一定能帮到你的忙。试试看按，对着发光的东西按下 Z 啊，右边的吧，右边。得得得得得，记住桌子了。好嘞，按下 Y 就能再现已经记住的东西。按下 Y， 横空再现出来，像这样子，复制品。想要消除的话，站在前面立啊！想要全部删除的话，按下。
再对复制人员。它背后有三个，我只能复制三个哦。我们走吧，累死行，累死行，累死行。出发，出发。有老鼠。剑中查询，薄木板做的大木箱内部空的，较轻，能浮在水上。哦，这是重点，画记号，画记号。透过选择，再按下，按这个。然后嘞。二级将军的声音马上就会飞奔过来。我连忙将虎丢到远方处，结果就被吸引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凌晨没开，好吧？我其实睡到十一点半就起来了，然后那时候不是前阵在玩泰拉瑞亚吗？对，他回家了，我们半夜在玩泰拉瑞亚，哈哈，在玩泰拉瑞亚啦。啊，然后嘞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啦，不是啦，你看错了啦。哎呦，看错了啦！玲玲，我被抓了，玲玲。萨尔达就林克了，是吧？很明显就是啊。嗯，没有，想叫你。你怎么被关起来了？我被发现了，做坏事被发现了。等一下啦，买啦！哎、欸，我
从这边开始哦、喔。嗯。吼了一下，喉咙有点痛。我会看得到，我都看不到我自己了，他怎么看得到？这鬼抓人哦、喔！对对对对，是是是。那喝水，好，我等下自己喝，不用换，不用换，我自己喝。哟喽！哦，他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！反正点数不知道干嘛，你可以拿，你可以留着啊，换换画图嘛。只是我最近没空画而已。哎、啊，你不是想要我帮你画图，还是？还是你觉得我送你就好了，不用不用换，也是可以的啦。因为其实之前看到你人设，我就想要帮你画了。真的啦。你那时候不是说想要吗？啊，我其实在，我不是说过在等你的初配吗？或是你的人设完全出来？呜呼，到了到了。咦？英帕，公主殿下。幸好你平安无事，你应该没有受伤吧？这不知道国王陛下在想什么，居然说裂缝是公主之间知道的，这根本就胡说八道！您说现在的国王等人都是冒牌？哦，等一下又打嗝了。托利阁下和托利之杖，没想到竟有这样的帮手。哦。你在跟谁说话？您说的托利阁下在哪？我怎么没看到他的身影？你看不到我？伤得可重了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受伤？你受伤了、喔？对不起啦，好像除了萨尔达之外，没人看到我。嗯，世上也有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啊。但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英帕我都站在公主殿下这边。国王陛下真的打算处决你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尽快离开城堡才行。不过您现在的穿着有点显眼，请换上我带来的衣服。换衣服。嗯，大小也非常刚好，那就用那个来遮住脸吧。干嘛？都两个女生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直接现场换嘛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蛮好看的哎。得到潜行服，方便活动。且兼具乔装效果的服装，有股旧衣柜的味道。按 R 就能快速转一圈啊！哎、欸，不让我 R。把他找出来。英帕要出手了吗？这里就交给我英帕吧。镜子早安，老师。镜子早安。英帕大人，您身后的不会就是萨尔达殿下？如果是的话，请您立刻把人交出来。交出来，这可办不到。喔喔喔喔喔，
完了，我真的想玩无双了哎、欸，英霸好强哦、喔！公主殿下，请收下这个。嘟嘟嘟嘟，收到了笔记，哎、欸，收下了笔记。英霸给予的笔记里面夹着一张地图，好帅！因为英霸他是类似那种忍者暗部的那种感觉。请去造访位于圈圈的房子。只要报上我的名号，那个人就有点帮助。啊，该不会是英霸很强啊？我忘记这叫什么了。哎，是他背后不是个眼睛那个吗？对，这一组就是都是忍者侦察部队的，很帅啊。按减号打开笔记本。哦、oh. ，OK， 哦，有新的东西，又有新的东西，我记。米奈安安关叶植物，等一下哦，放在城堡的湖相当漂亮。看什么？人在上面不会晃动。嗯。回收，嗯，哎、欸，床，可以睡觉咯，各位，看看枕头和床单都用了很久的旧床，虽然破破烂烂的，躺上去还是会有睡意的。好，睡，然后嘞，睡平安啊，可以这样子哦。呼呼，哦，他说旋转，哦，旋转是旋转这个、哦，我以为是角色，啊，想打喷嚏。然后嘞，卢比，哈哈，有点开心，跳，那旋转什么啦？不讲，二段跳。嘟，诸葛之一安，早安啊！哇，光遇，铃，哦、好可爱哦！石头、锄头，又重又硬，沉甸甸的岩石，使劲就能稍微推动。会。咕噜。咕噜。我记得这个棒，
哇，这个其实很棒哎，不愧是萨尔达系列，都在解谜哎，好棒哦！哦，吓死我！哎、欸，这都是裂缝，自古以来世上就不。会哎，这样就会时不时出现将各种事物吞噬的裂缝，而清除裂缝就是我们的工作。不过单靠我的力量无法清除这么大的裂缝，现在先请离开这里吧。好的。哦，蔓延了，蔓延了，呜，不要啦，下潜。我死了！啊！我是哦，还好，还好，不是。我想说，只有我死掉啊！醒醒，各位醒醒，起床上班上课了，各位！你醒啦，我们走吧。记住了石头，海拉鲁随时可见的脾气普通的石头，有着便于投掷的外形，打水漂。哦，我要向右边走。等一下，该不会？要拿来解谜的，哎、欸，还好、欸，不是啊，骗我，骗我，哼，哼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看看刚才那个人给的东西，应该就知道了吧。哦，拿石头丢他，对不对？是秋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只秋秋是绿的啊？以往不是都是蓝的吗？哎呀，哎、欸，也可以记泥怪啊。凝胶状怪物动作缓慢且不耐打，会反复伸缩以身体撞击敌人。哦，召唤师，打到怪物留下发光的东西，就像刚才记录的怪物一样。看下我在线。来，我们合体技，输了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子让他们消失，蛮难受的哎、欸。哦，怎么那么残忍呢、啊？哎。去自杀！哎呀呀呀呀！熟头，要你的熟头。新入股的史莱姆，嗯，头上还要个花或是爱心，对不对？呜！记住了，海胆，你管这叫海胆？赚个钱，赚个钱。
动物声友会。呜呼！啊，那个是什么？怎么拿？之梦岛也是绿色的，秋秋，你有玩萨尔达哦，小妞。啊，我没玩哎、欸，我好烂哦、啊，我好菜哦、啊，菜鸡。哇！之前王国之泪有那个啊，之梦岛的造型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王国之泪没玩完，但更早的 GBA 玩过很多版本。哇，那你很强耶，动不动就待在海边的怪力，身上正常人影，甚至还刺穿了金属，举着他从高速跳下哦。哦，我以为会掉钱呢，可恶！想想太美了吧？等一下哦，是说反省你之前玩枪火的时候有去拼过105个磁条吗？105个磁条我一大堆啊，什么叫拼五个磁条？我不懂。白痴，原来可以爬啊，我在干什么？
五个都是要的，有，有啊。应该说我会有六个要的啦。我后面想要养一只，就是攻击附加四种属性啊，就是有毒、有火、有雷，然后是怪物不会被打，然后会救人的这个纯辅助的妖灵。可是那时候没玩完啊，哦，那时候就是跟玲玲玩的啊。应该说没有说玩完啊，是说没玩第，没玩下一场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养另外一只妖灵，然后那时候时间也晚了，就没有玩了。小薇早安，姐姐出了两部影片了，时间都好长哎。你都看完了，我都听完了，因为我在边玩泰拉瑞亚边听。嗨，我是通缉犯。林克，谁是林克？林克是住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，从除草到驱逐怪物，样样精通，是村里最强的剑士。不过他现在外出旅游，刚才林克的兜帽跟你那顶很像。林克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。昨天半夜有看到你在玩泰拉瑞亚，为什么你看得到我在玩泰拉瑞亚？你又看不到我上线，你怎么看得到我？哦 ，DC 群哦，啊，你又不知道我们 DC 群在玩泰拉瑞亚，出现在村子北边的裂缝，把村民吞噬了，而且通往海拉鲁城堡的道路也被裂缝。我们道路该路的时候，有显示，你有看到，说我正在游玩泰拉瑞亚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不是显示离线吗？还是因为有好友，然后好友显示在玩泰拉瑞亚，其中一个人带，好啦，可恶，被发现了。用膝盖想，我说 DC 啊，没有，因为反正我想一下哦，那时候我不是说我十一点半起床吗？我想要弄一弄，赶快开台来玩，然后他就突然在跟聊，就聊了一下，说所以要玩吗？他说要，然后就说大概什么时候？他说半小时后，然后半小时后大概就是一点半。那说有人明天要上班，应该玩到三四点就可以开台了。结果一发不可收拾，越玩越起劲，玩到早上天亮，玩到七点半啊。玲玲又睡不着了哦。看得到，那你看了我们整晚吗？再见。好的，搜刮搜刮，应该有东西让我变的啊。桌上这把刀很帅耶，我想要。昨天有点失眠，你还好吗？我生日结束后，就是大睡一波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台风来。天气又比较凉，于是我大睡了一波，把之前的睡眠债还回来了。记住了湖，湖刚好藏着下一个人。哎，我是湖。听说村民被裂缝吞噬，现在村里一片混乱。
前方的森林又到处是怪物，我们已经无处可逃了。我来，这地上的剑我变。我有钱，这是属于本公主的。属于本公主的。嗨。嗨。嗨。裂缝居然会吞噬人，到底该怎么办？真让人坐立难安。哎，弹簧床是不是啊？记住了跳床，在木架撑起布料的儿童玩具，踩上去就能飞，跳得比平常高。哇，越来越多东西了哎！嗨，弟弟。欸，我很好奇。哇，我好奇了，可以动。想说用扔的，看会弹走。哎呀，哦，等一下，那是复达吗？复达，啊，我不是我动的，有没有碰啊？哦，嗯，用来烹调料理可以提升食材的效果。嗯，没钱啦，這是什么？红药水，饮用恢复耐恢复心。自古以来就是备受各地喜爱的传统药物。嗯，没钱，没钱。哎，又可以免费采了。好哎，好哎，哎有80块了，买买买，买爱心，买爱心。我有钱了，我有钱了，外面捡到1块钱。快乐，再出去采钱，采钱，采钱，采钱。好、哦，设置在海拉鲁告示牌，构造简单，仅使用木板制作。嗯。哦，一次性盾牌哦，好的。嗨，你好。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请帮帮我吧。嗯，你戴着兜帽和林克一戴的一样耶。现在很流行这种兜帽吗？啊，现在不是这个时候。我的妻子被裂缝吞噬了。喂，听见吗？我在这里哟。啊，我老婆也在下面吗？嗨！话说这游戏我觉得有点小，很贵，不知道啦，就先游玩看看啦、啊、好玩再推啊。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它真的偏贵，你摸摸看这个，你也可以摸。摸摸，我是存档啊，
传送点是不是？已登记地标，可以透过地标传送那个地方。呼呼，爱发光了。这是我们平常使用的地标，因为裂缝出现在各地，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用。任何地方只要记住一次，随时都能传送过去，一定能帮你的忙。好的，土地公庙。冲啊！去吧，超音符！哇哦！翅膀攻击，你倒是跟着我，有什么？有裂缝。哎，蛇蛇蛇蛇蛇，咬他！好喂，欢迎安安。普哦，罗普哦，普罗。小扁，毒蛇般的怪物会迅速的逼近，也能灵活的从下方穿过。哎，要记好多东西哦。刚刚有个洞，我们先过去看看好呢。哎，怎么又有蛇？嗨，会复活哎？吗？啊，我自己的啦。哦，白痴哦。哇。啊，召唤大军。哇，好强好强！哇，好强好强！要好好夸夸。哦，你好棒哦！青岩安，蜡烛泥怪，头上有火焰在烧的白色泥怪会点燃所碰到的东西。哦，兔兔糖，兔兔啦，兔兔安安，哎，九点了，没在开台吗？烧，烧，我叫你烧。检查。今天休息哦。刚醒，早安。啊，又一只兔兔糖，早安。哎，它可以放几只？再一只。哦，有变大吗？没有哎。
过来，需要你了。烧这么多，你这么烧，一定可以吧？烧点蜡烛。哇，好怀念哦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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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妖精瓶子，坚固耐用的瓶子，妖精会进到里面来。好，哪个小妖精啊？ 咚咚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，呀！来学独自跳舞，来学独自跳舞，大家来学独，蹦蹦。 哦，阿波蛇，去吧。 它是一次耗两格哦，哦，这个意思哦。烫烫咕噜咕噜。邦吉罗栖息在洞窟和雨平原，发现敌人便会朝其猛撞，抱着尾巴翻滚，撞到墙壁会弹。哦哦。 哦哦哦哦哦，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去吧！哦哦哦哦哦，哎，食材，强力葡萄，好了，客家老鼠又不吃了。 去吧！玩火啊，女人，你在玩火，女人。呜呼！哎，没有摔落伤害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要下去，死去死去死去。 哎呀，我的闹钟响了。哎，对了，小维，感谢你的帮忙，我终于有闹钟听了。哇，召唤，咬踏，咬踏，波克布林。
枪茉莉布林。啊，他没有介绍啊。这样，集体在海岸五各地的野蛮怪物，会掷出长枪，甚至集中高冲目标。哎，好诶。我原本昨天要教姐姐，结果被你抢先了。不是，我有说是你教的啊。这样，为什么他也要教？他有问是不是？为什么你也会知道这件事情？我被我抢先，我有把功劳归你耶，我又没有抢。哎，精灵。你说你不要，他说你不要吵，他说你不要吵，什么我不要吵？什么东西？怎么叫我不要吵？他跟我说你不要吵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他是指谁？你是指谁？不要吵是说什么？哦，又是，哎呦呀，这好危险！那你用第三人称来一些称呼，比如说安妮说小维不要吵，你这样子解释给我听。哦，安妮说你不要吵，那你应该打说他说我不要吵才对啊，这样才是正常理解吧？我想说，为什么突然安妮要凶我？你是指我，所以你是我，我是你，安妮是他。好，原来安妮是第三人称啊。还原对话是不用啦。哇，肉肉，我不管，我要吃肉。哇，他说肉汁可以呢，意呢。啊，对不起，去吧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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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胖胖，咕噜咕噜。射他们去啊。哦，什么？他也跟着吃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跟着吃啊？哎，来吃这个。哎，不是。我有吃过这种造型的肉吗？这种肉我知道怎么做啊，它这种肉不是骨头那个其实要另外弄的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它有点偏组合肉嘛，就是你要先把肉都先剥下来，然后找一根很大根的骨头，然后把它包在上面。捡个东西还要解谜，真的是。
有什么可以用啊？这个。十个强力葡萄，葡萄，斧头，传送点。哎、欸，我好像走过了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哎哎哎哎哎！他刚刚来怎么？就是你想去的地方，已被裂缝吞噬了。乍达，清除裂缝是我的使命。我有许多和我相同力量的伙伴，以前我们会一起清除裂缝，啊，现在怎么没了？被排挤了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正常来说，同伴们应该会立刻把裂缝清除才对，但裂缝却在这里，真奇怪。阿丽丽，大家或许是出了什么状况？大达，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调查。同伴们一定是在裂缝里面，只要我们会合，就能清除这个裂缝了。大达去那边，我们早早能进入裂缝的地方吧。调查遗迹，立住了篝火，熊熊燃烧的篝火，待在附近就哦，周瑞安，早安早安，嘟嘟嘟嘟。他会帮忙除草哎、欸。哦。我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蛮好玩的、欸，老实说。他有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，这游戏好难玩，不好玩，一点都不好玩，真的啦，不好玩。
啊，这不就好玩了吗？这不就好玩了吗？哎，皮哈特，这是什么会打自己人的东西呀、啊？会旋转的刺激一般的逼近对手的大型怪物，像植物一样怕火。哦，所以我刚刚用的是对的。啊，这边就这样而已哦。帮我除草！你不要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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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打咩？打咩？打咩哟、哦？打咩哟、哦？打咩？打咩？哎呦！好玩的肯定是阿尔宙斯才好玩啊，对吧？传说阿尔宙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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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传说阿尔宙斯。啊，成过了。他们一动也不动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困住了一样。这样下去，裂缝是不会消失的。不过只要进入裂缝，拯救同伴，我的同伴，我就能靠大家力量清除裂缝了。战力值这么高的萨尔达，但觉得好玩，肯定的吧？没有萨尔达，很多时候都在解谜啊。我觉得萨尔达有很多玩法、啊。你看，旷野跟王国真的是爱水水踏岸。这里应该可以。湖中女神，你掉下的是金色的林克还是银色的林克呢？好，跳跳跳跳跳，走走走走走，跳跳。漂浮在空中，全被吞噬的东西，被裂缝吞噬的东西会变得十分无力，最终不见。不过我同伴的力量能将恢复原状，感觉同伴在更深处啊！我把萨尔达抹茶黑糖冻安安，早安早安。我其实不知道这到底是干嘛的、欸，可以玩一下吗？喂、欸，你谁？跳过来才发现，被吞噬的人们都变得无法动弹。如果是这样方式不管，总有一天会不见的。也太融化哎、欸！不过你却没有受影响，看也是特别的。嗨，给你看，这是我刚拿到的。分享，快点回家玩。你在上课还上班？加油！做事啊！没看到吗？做事！射他！
好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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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啊，水獭，我目前进度达到这后面一点点，基本上都是石头砸天下。OK， 我再多尝试一些玩法，对吧？好，我就听你的。石头。不要靠近我！不要靠近我！人家是女生，人家是女生，不要靠近我！对不起，刚眼睛突然有点瞎掉。喂，这边可以存档哦，这么好。之前被囚的地方，越来接近同伴了，我感觉到啊，你同伴被关了啊。花蜜，你很在意这块岩石吗？很在意。哦，教我新的技能了吗？你只要用魔杖给我指示，我就会配合你移动那些东西。对着想移动东西，按下 X 键看看吧。X 键。救急手，但是完成同步了，接下来只需要移动就好了。按下 X 之后，按下 Z、L。哦哦哦哦哦！吓，差点连人下去哎！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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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你早让我学会这招嘛？哎，他不能，可以哎。
哎、欸，青苹果，嘟嘟嘟嘟嘟，哇！我之前阵子还有回去偷开萨尔达王国之泪救急手跳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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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？发光奶油，加了荧光剂的奶油，呼，快乐快乐。看我快乐的像个孩子一样，跳啊，跳跳！我可是抛弃 POE 在玩这款的人的，跳跳！来花一点，哎呦！记住，吐司蜘蛛啊，就有点饿哎、欸。如蜘蛛般的怪物吐，哎、欸，这好可爱哦、喔。这个安妮应该不怕吧？吐司后从顶部垂降，吐司哎呀，但不耐火。嗯，哇，这么方便的吗？来，我们来这边。嗯，那、啊、你要我有？攻击！咬人！哎哎哎哎，没有要出去，没有要出去，没有要出去。听说你怕火哈？按照记住的顺序，按花费，按种类，等到了迷宫地图，可以确认迷宫和巫师世界地图。啊？切换地图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收集品、薪资碎片，所以我漏掉了很多咯。
哎呦！早安，早安，克洛伊再次安安。哎呦喂啊，干什么？狗头人，农兵啊，狗头人，完蛋了，要怎么办啊？该不会还是得靠这个了吧？你嘟嘟嘟嘟嘟，看一下。打击攻击无效，打击攻击，要用丢的。冲啊！冲啊 ！OK， 好亏。拿不起来，那我知道这样子了啊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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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猪在烧了，猪在烧了，跑啊！钱钱钱！哎、欸，这个植物怎么有按照顺序的？一，这个，嗯，要不然后面会喷水吧？哦，
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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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还有问题。一定有问题。去啊，召唤物。啊，可以锁定齁，我在干嘛？锁定，放，欸，它会跳欸。居然只睡三小时，对啊。因为想玩这款游戏，反正半夜要开的，就跑去玩泰拉瑞亚了。哎，叶子早安，欢迎，快点，叶子出现了，快跟叶子说早安。林克，是你？咦，那个人是先前和蓝色怪物战斗的人。没错，是我们绿衣剑士。还有，色狼，人家是女生。怎么有色狼啦？哎呦，讨厌鬼！他怎么跳得起来？他怎么跳得起来？哎，欸，我的爱心，我的爱心！屁啦，我跳不起过去啊！骗子，骗子！感谢西晋平的追随。对不起，我不该笑的。每个人的 ID 都有他的意义。我居然在那边笑人家的 ID， 我很抱歉，深感抱歉。哎，欸，这是海胆哦。哈哈哈哈，好玩，蛮好玩的。哎，不好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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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真的，真的不好玩，不好玩。
不要啦！不要啦！哦哦哦哦，会向后跳哎！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射他，对，射他！猪猪你很棒，射他！猪猪，猪猪你过来！哎，好玩好玩好玩游戏。现在遇到一个雷云怪兽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有武器了是不是？萨达可以拿武器了吗？真的好险，真的哎，他长得和之前就像你的人很像，只是没想到他居然会袭击我们。不过那股讨厌的感觉就跟城堡里冒牌国王他们一样，拔刀拔刀。咦，他好像留下什么大师之剑。哦，神奇之剑，绿衣服的剑士所持的剑，上面写着个林克的名字。我从那把剑上感受到强大的力量，而且那股力量不输给大型猎头。拿起剑，哦，啾！哎呦，好亮，好亮，好亮！凤池安安，哇哦，好可爱哦！咻咻，星星，哎，怎样？现在不玩悟空啦，玩什么？玩女人。按下 Y 挥击，按下举盾，按下 B 高高跳起。按下 Y 蓄力 ，OK， 哎、欸，超扯啊，掉超高，怎么赢？哎哎哎哎，有时间有时间，看看看，获得能源，一股神奇力量，哎，快乐快乐，砍草砍草，来得及吗？哦，他有等级耶！剑士在左上角的能源槽逐渐减少。当能，他的能源的源是故意打这个源吗？能源槽耗尽，或是按下上键就可以解除剑士模式。能源槽可动作获得能源来累积。OK。那个星星是你配音的还是他自己配的？什么星星？什么星星配音？在讲什么？哎呦，没事没事，都是假的啊！发射。刚不是有个星星哦？你说星星是吗？嗯，有没有可能是我配的啊？嗯，星星，我想说你在跟我讲什么星星？我想说我没学猴子叫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
不是吧？啊，轻松。哎，五岁小孩都会玩。星之发夹，可爱的星形造型吸引目光，能够稍微提升星星出现的几率。哦，哇，这游戏怎么越来越好玩啦？哦 ，Here we go！ 星星。L L L， 哦，好好好好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收集哦，我还是指那个，收集可以增加他的 level。你刚打到一半，你打什么？打瓦哦，瓦罗兰特，花蜜。他会打到我的这个告示牌啊！你好笨哦，哦，你绕一下嘛，太早了吧？今天晚了晚了，可以更早的。库德巴巴用头撞晕接近的植物怪物，意外地不禁拉扯拉扯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丢，再丢，你能吗？我很相信你哦、喔。射他，哎，看来是不行。哎，能量给我。为啥又没好好睡？睡不着，吸不到。话说告示牌好像都没看到人使用，没有他，有他在，一定有他使用的方式嘛。只是可能还有待发掘而已，对吧？搞不好告示牌到时候是速通必备的。道具有可能啊，哎，嗨，无痛招蝙蝠，摇摇摇，没咬到。好喂，呀，要狂要狂要赶快要赶快，要。我其实我刚刚是想说，干嘛不直接爬上来就好，对吧？瑞波啊，然后啊，落井下下什么？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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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这就是萨达好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按牌理出牌啊！呜，讲的你好像玩过萨尔达一样，嗯。
我有玩过萨尔达，但没玩过萨尔达啦。哎，怎么一直？什么意思？林克传说，对，智慧在线。哎呀，不行。嗯？这么快就解谜了吗？哎。啊啊啊！什么意思？在下面同步之后走上坡，同步。你说这个？嗯。哦，感谢，但是不用那么早跟我说啦。让我玩一下，这样显得我好笨哎。感谢提醒，没事没事。哇，我有遇到问题，你再回答我就好了。感谢你，没事没事，我知道你的好心啊。你不觉得让看看主播？解谜解不了，气死也很有乐趣吗？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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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我已经过到后面，现在卡关。哦，没事的，你是希望我早点过去，帮你解答问题是不是？搞不好我更久啊！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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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钥匙，钥匙，开！你整个动不了，是动不了，这么严重哦！啊，敲你！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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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仓鼠？这是兔子，干！这是兔子，你知道这件事情，我第一个截给露诺看。不客气，恰好，尊重呢。我很受伤哦，画兔子画这么多年，被说是仓鼠，你活该，你活该被姐姐骂。仓鼠哪是都这个颜色？耳朵很长啊，对啊。按下 X， 再按住啊，看看。同步按下 R 的瞬间移动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按下同步再按 R。
他是叫我去死吗？什么意思？他刚叫我干嘛？对不起，我没注意看。弄你啦，小维！他叫我干嘛啦？他说我按下同步站啊啊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哦哟，都你啦！哎、欸，阿米宝，哎，我怎么了？螺旋南瓜五颗，好啦，每天拿一个，锁定，啊。谢谢你又帮助了我一次。按 R 移动对象，拔剑。哦哦哦，懂了懂了懂了 ，I see I see I see， 细了细了细了。没有，刚才看图奇聊天室啊，就有个他们说我多像，不，我画的是仓鼠。话说什么时候多一只仓鼠？嗯？走喽！哎，是这样啊。妈，小维救你！最关键的差点卡在这边卡了，我差点卡这边要卡到，怎么讲？重练一只了。牵拖，哪有牵拖？蜘蛛，你不会结个尸啊！我靠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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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回去。我可以皮一下嘛？想皮耶、欸！啊！哦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没有怪可以打啦！我先退你们啦，这次没怪打啦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萨尔达！我先退你们啦，这游戏好好玩哦。好玩吧，不该买了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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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才是萨尔达好玩的嘛，就讲了、啊，突发状况很多啊，再加上就是对不对，很多很多不可抗因素。哦，所以我当时自从开始玩了《旷野之息》之后啊，只要看到有人在玩《旷野之息》，我都会开始看了，因为就很多出突发状况啊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。哎、欸、，R 是怎么键啊？闪避键吗？我现在才跟我讲这件事情。呜呜。雷雷安安，你终于遇到了，遇到什么？你很久没遇到我，是不是？呜。啊，不是除草键吗？真的吗？我还在那边拿火烧。还有大岩人，被我抓！呼！召唤！狼哥救我！狼哥救我！你不要林克打吗？我不能当个好萨尔达吗？你不要林克吗？我不能，不是，我知道剑满了，可是你不要林克哦！不要！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！下来啦！好啦，剑满了是不是？狼哥。啊、看！啊，提前结束。哦，嘿嘿。不闪。不要！呜！呜！痛！痛痛！哦，现在是不是？我会了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！有了，有了！狼哥救我！欸，其实可以啊，我刚刚林克挥三刀，他就掉了。哎、欸，喂，
文心好棒哦！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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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多了吧？这就是我的伙伴，大家重获自由。这么一来，能量就能清除。我们能再用复制品的力量，让被……你仔细看好咯。嗯？光遇元神启动，哇哇！便便吗？我还在想会不会牙哈哈呢。我们把力量分给我多一个了，都是。多一个，哦吼！好喂，我能做的事情变多了。按下 Y 键。清除裂缝的时候，同伴们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说有个巨大的岩石突然出现，把大家抓起来，似乎是因为困在那个人体内，所以才没有办法清除裂缝。对了，这是清除裂缝之后这样的东西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就给你吧。神奇熟头，回到原来的世界。哎，从那边就可以出去，我不要啊！我要走另外一边，怎么来怎么走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当有礼貌的人，从哪边来就从哪边走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是可以除草哎！天哪，我怎么现在才知道啊？好快乐，好快乐，可以快心，可以快乐的除草喽！看，像个小孩一样。是，这是啥？宝箱都捡完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确认啊？应该是都捡完了啦。进地图可以确认宝箱捡完了吗？是吗？呀、yeah. 欸，哎、欸、哎，右左，你不是应该死了吧？啊，完全没有认出是你，你为什么要打扮这个样子？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没想到我不仅没有帮到公主殿下，竟然让你落入。不过公主殿下居然有那种力量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感谢一路陪着公主殿下的托利阁下。他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他看得到。那轻飘飘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爱哦、喔。好像只有萨尔达看得到我。你说英帕大人看不到吗？这是为什么？年纪？还是他被拖进来过？呀，这很奇怪。我们还是先前往英帕大人所说的地点吧。毕竟陛下的右姬将军也很担心。但是这次能放在家地地毒，我记得这地方是英帕大人兄长的家，怪不得他是那个牛。哎，他不是说地图？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上面显示爱心的是收集完还是没收集完，还是什么意思？还是说哦，那个地牢有爱心的意思吗？哎，等一下、哦，换个姿势。等一下，再让我去看一次。等一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可以，不可以叫强迫我，不，我不要，不行，你怎么可以强迫公主？人家是公主哎、欸，那你跑快一点啊，快点啊。快点啊，不让我走，搞不好继续回来，你都还没到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退一下点数啊，不要再换了，没有 boss， 你看那 boss 也好像可以唱。啊，总之我要关掉了。创作者仪表板，感谢一夜夜观看三个月，啊啊啊啊！工程点数，拒绝，拒绝。三场，哎呀，好烦啊！你们好烦啊！换卖房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他哦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是谁？卢贝里是谁？老夫现在得立刻出门一趟，晚点再说。烦死了，不让老夫重复一样的话，老夫马上去救林克才行。哇，好 Q 弹的胡子哦。嗯，那是林克的冬帽，为什么你会带着？难道你见到林克了吗？你说拍照那个不是拍照，那个叫什么？普尔雅啦，叫拍照是普尔雅。你说什么？快快把绿衣件，你看王国之泪不就是那个吗？那个很性感，对不对？他从小突然变大，那个性感，性感普尔雅。我的，你看，我的头像是普尔雅。还好他冷静下来了，对吧，公主殿下？话说老夫从刚才就有点在意，那个轻飘飘公主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也看得到？真是不可思议，现在除了萨尔达之外，能看到的人就有两个了。之前公主就能看到你了，但现在也能看得见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奇妙的生物。要说老夫和佐达利大臣有什么共同点，也就只有被吞噬之后又回来而已。说不定那个空间存在着某种会让人产生变化的力量。那么很抱歉这么来自我介绍，我老夫叫做卢贝里，是英帕的哥哥。那位救出公主的剑士叫做林克，他手上的那把是老夫打的力量之剑，而、啊、不是叫神奇之剑。卖图鉴照片的小樱桃那一位，卖图鉴照片的是他吗？是另外一个吧？是吗？我去查一下好了。完蛋了，我只记得普尔雅，我看看啊。普尔雅，普尔雅，我的。卢贝里，
萨尔达图片。哎、欸，他翻译不一样吗？他叫做洛贝利耶。对啊，我就记得不是那个叫洛贝利啊，对对对对对啊。可是音很像哎，我是对的哦。翻译变卢贝里啊、哦、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不像了啦，他连音帕都长得不像那个音帕了，难怪哎。认不出来，啊，我的普尔雅会变怎样？我们在研究，时不时出现裂缝，以及海拉鲁的历史。从很久以前，海拉鲁各地就会出现裂缝，将人吞噬。打哈欠给你们听，林克就会与那些随之出现的怪物们战斗，保护人们，避免他们遭遇神谕。因此，老夫为了帮助他，便打造了一把有利于消灭裂缝怪物的剑。公主手上那把正是老夫交给林克的力量之剑。哇，他还可以这样子改的哦，所以我的普尔雅会出现吗？从裂缝出现的怪物中，有个力量特别强大的蓝色怪物，我认为只要打到那只蓝色怪物就好啊。公主，照你的说法，林克确实打翻那个蓝色怪物吧？但事与愿违，裂缝灾害反而扩大了。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什么？而且森林裂缝明明消失，林克却没有回来。总之，目前需要更多的情报。公主殿下，卢贝里大人，我在海拉鲁城堡被裂缝吞噬的时候，有种被带去远方的感觉。我本是在海拉鲁城堡被吞噬，却被公主殿下从森林里的裂缝吞出来。为什么相隔会这么远？裂缝里面的构造是我们所完全不同。根据同伴的描述，别的地方好像也出现大裂缝。或许国王陛下和其他人在别处的裂缝之中也说不定。哦，那么林克可能也到别的地方。大达。我去高处调查看看，说不定找到其他地方的裂缝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他会绕英文才对齁，大概知道位置的。虽然不是萨达的父亲等人具体所在那边，但我找到可能几个。抱歉。哎呦，哎呦，初始台地在下面呢。我先将位置标记在地图上哦。要清除裂缝，或许大达的父亲等也能得救。大达，我们一起去清除裂缝吧。这种行能让公主殿下做危险的事情，关你来啊！不，老夫认为应该交给公主处理，毕竟只有她能清除裂缝。若要解决海拉鲁发生的问题，我们每个人都得尽力好好做能力所能。就这样的话没错啦。大岛公主啊，老夫希望你能和托利一起去海拉鲁这里。啊，你要给我道具啊！你要给我酷酷的道具吧！只有你才能清除裂缝，拯救被囚禁的国王的人。我达利大臣，你就留在这里帮忙，和老夫一起调查裂缝兵。哦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萨达这边有宝可梦球，赶快去探险吧。我达利大人就留在这边帮忙了。不过您需要详细的资料，请尽管吩咐。
公主殿下，陛下和将军就交给你。对了，父还有一件事情忘了说。你手上那把剑或许能锻造更难的力量，老夫研究的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有兴趣就来找老夫聊聊嘛。有有有，我想变大，大，我要变大。老夫打带来利刃，力量之剑。嘿，老夫一直在调查从海拉鲁各地的裂缝遗迹中发现的矿石，发现用来哦神奇矿神奇熟头吗？嗯，你身上不就有了吗？那个蓝色的矿石。因此，老夫将这种物质命名为力量碎片，并以此打造这把力量之剑。后来，老夫调查裂缝中的认识了米诺米诺的少年林克，便把剑送给了他。林克将这把剑用得出神入化，而老夫也透过力量碎片持续加以锻造。那个好像惊悚的脸哦。只用那个机器就能强化这把剑。嗯，仔细一看，力量之剑似乎比平常还要微弱。不过只要经过强化，就能恢复你的力量。你身上有力量碎片，不如直接试试看。啊，力量！你要强化什么？我想强化剑。好。那不让我讲话。噔噔噔噔噔！Level two， 哎呦，好长啊！是这样子的哦。你要强化什么？没了啦。去楼下，你家有地下室哎？有罐子吗？发射。哎呀，两把刀。救我。沙漠。西边左边。格鲁特。哎，那不用穿好看的衣服了，哎，我们现在是女生了，哎。索拉领地，哎，所以看到米法了吗？哦喂，找米法咯，你去找米法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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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闪亮登场！哎，怎么又可以打了？又有了哎！你下来呀！哎，哇！哇！我看什么？不会啊，米法老婆二选一。不会啊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哇！哎，又按到了！哦，看我头像就知道了吧？我可是没有把米法放在
拿来当头像的人呢？不是啦，白痴哦，不啦。刚刚听到小拇指了。啊，桌子有怎样啊？脚应该还活的啦，所以我们不考虑脚的问题啊。哎，你说这边按减号吗？然后嘞？哎，怎么变这样子了？哎？所以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还是我要走那个，走这个？哦，我刚从虚无进去的。哦，这边啦，进出虚无，然后。打怪、欸、很好。欸，没扣爱心哦、喔、这么佛系哦、喔。有没有变态是为了想听他叫声一直死啊？啊，这边按减号吗？哦，这个哦、喔。开过了。减号，我不是故意想听他叫啦，那个拍谁啦？哎，这么窄是不是？去吧，皮卡丘。我还有第二只皮卡丘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棒！啊，你很棒，皮卡丘。我老鼠、仓鼠啦，他讲仓鼠，明明是兔子，我不是说话的是老鼠啦。我刚刚是说他讲的是仓鼠，不是我画的是仓鼠。啊，这怎么上去啊？这样。头上不是布布吗？布布是黑白色的，这个只是跟我颜色配色很像的。啊，这么凶哦！哇 ，lucky！ 好，然后进迷宫看是不是 ？Go go！ 然后嘞，僵尸都哦，这个吗？就是没。
没拿过的才会显示是不是？哎，我怎么会没拿过那个啊？哦，确实没拿过哎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救命啊！他们想杀我，救我救我！万能的蜘蛛大人，欸，蜘蛛真的好棒哦！嘟嘟嘟嘟嘟，所以就没了。好了，拿完了，飞出去了。那出去怎么出去啊？哎呦，我差点骗到你。你还没打哦，好，没数，咻咻！啊，刚刚直接走传送石出去就好了。啊，出不去，能乖乖走完。哎呀！是，我要出去。是，我觉得我差不多了，醒了快12小时，有点在飘忙了。看一下哦，我这里。虽然才玩两小时，快三小时。我做梦梦到我在玩了，但是我竟然是扮演一只乌鸦在戳东西。啊！我要怎么打？哎呦，
极限开台，那是贴在嘴边会怎么样？最近哦，最近还好吧？哎，不是啦，不是要叫你啦。你还有没拿到钱？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我的钱。可以潜水齁，在干嘛？下潜？啊靠！哇，这一代的林克啊，这看这一代会游泳哎、欸。后台，请问开放世界吗？刚玩欸，不确定欸，但是应该是啊。可是开放世界的意思不是应该是那种，他就只有那种小地牢会切图而已，其他几乎不用过图，这样算开放世界吗？没有，要变你回来。岩岩，好，粉红色的，要染色系统了吗？格鲁特，啊不啊不啊，你真的乌鸦哦。啊，它只能对地，不能对空哦。那你好烂。喷钱了，喷钱了，哎，没钱哦，臭鸟。记住了，磨牙。怎样？如同毒鸟般的怪物，喜欢潜伏在高处，会为了夺取卢比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外景外景，晚安，你要睡了、哦。晚安晚安。你也给我喝水啊！你最好给我半夜一个吧，下午给我尿醒啊。哇哇，我喜欢，给我钱，需要钱。啊，钱怎么都在那个地方，拿不到，拿不到。钱钱钱，哎、欸，他会捡钱，我就带他了。压压我的超人，压压啊，压压。哎、欸，捡得好，捡得好，哎哎，哦哦，捡超漂亮，哎、欸、啊，好漂亮！
魔鸦好强哦！会打怪又会捡钱 ，POE 学一下啦 ，POE， 拜托了啦！不快乐哦！他们会优先捡钱呢，白痴哦！呜呜呜！等一下，他捡的钱会在我身上吗？等一下，那只魔鸦，他们打空战欸，我测试一下哦，280，我会，那就好，可以获得额外卢比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好棒哦。去捡去捡，去捡去捡去捡，哇，快乐了快乐了，我满足了。要从这边欸，看一下背包，为什么看背包？宵夜好久不见，包包怎么了？想看他图鉴吗？那他们打卢比是掉谁的卢比？被打的人啊，我刚被打，想说怎么会喷卢比？哦，开始会喷钱了，不要吧。哦，钱有没有加哦？看看右边就知道啦，就是右上角的那个，他不是打到钱会加吗？呀哈哈呀哈哈，抓到了抓到了。不是哦。你说你也会懂，我一心定有一件。你怎么看到我？那这个我聊天室改个位置啊，等一下哦。Switch 都是这样子啦，放哪都不对。边，我放耳朵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要把魔鸦加为最爱，可不可以？没有，捡钱啊，魔鸦！这有来过吗？哦，贝里家。只能走了。Double 魔鸦出发！蝎子还是猫？格鲁德沙漠，会不会热死啊？等一下，这个是长胡子的吗？还是那个其实是那个口罩的。总之，先从大型烈风周围开始找起吧。得哦，我救！哇！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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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钱！我才是宠物，我愿意当宠物。
对啊，要女兵啊，可是那个看起来应该是胡子吧，还是口罩？居然开台了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安，来看看，来看看，刚拿的男生是你，绕到队友身后，将其一哦，我不要，我们只要钱，不要命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救主人！我来，这我来救啊！这我来救啊！这我来救。这我来救好了。哎呦，你们去打啦！咻！哦。我是宠物啊，当宠物很幸福呢。你叫啊啊啊去捡钱就好了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好了，估计就一大堆前期赚钱方法了。嗯？哦，真的是口那个哎，那种丝绸在嘴巴。是啊，不过这么说来，沙漠的裂缝就会缩小。我们还能战斗，必须清除裂缝，夺回格鲁德圣域。啊啊啊！嗨，是我是我，我也是女的。我有裂缝吞噬了我们的圣域，那个裂缝在中，没想到圣域会变成个那样子，得尽快清除裂缝才行。我们的小镇就位于沙漠的西边，不过现在大家正因为裂缝而烦恼不已。听说沙漠外头也发生不少事，但我们现在可没有空管那些。从裂缝中涌出的怪物非常棘手，持续与他们战斗已经让我们精疲力尽了。这么说起来，出现在米诺森林的裂缝好像也消失了。真希望格鲁德沙漠的裂缝看见困扰。哎，我讲完了吧？嗯？啊，怎么卡？这边就没下落了。刺奇食人鱼，好，你游一下。
谁啊？不不不不，哈？你是谁？怎么个青椒头？纪念张霞。这是一座盖章台，为了纪念盖章而设计的台座。啊！世界各地，那我觉得这很明显哎，应该很好解吧？我有兴趣，有。左张纪念章卡，这件是。太帅了吧！我之后找到其他的盖章，记得持续去盖章哦。北中建筑物内还有洞窟，有些地方啊，已经太危险了。奖品，请持续收集奖品吧。好了，看来过两天就有攻略了。一起来啊！纪念章巡礼啊！哈哈，呵呵呵呵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吗？哦，不行，我的钱，我的钱。我知道啊，早上就看到了、啊。哇，他好强哦！植物大战僵尸。火对不对啊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在这么热的地方怕火，死亡僵尸，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还要三个哦。不是，他一直叫我来这边，到底要干嘛、啊？没东西啊！寻找制造入口的地方，先清理格鲁的沙漠出现的裂缝吧。先从大型裂缝周围找看。大型裂缝的周围，
这样。午饭去，拜拜。哎，对，我也该吃一点东西。哎，对，我在怕什么啊？鱼嘞？我是林克哎。怎么那么怕、啊？干嘛、啊？居然会煮饭吗？饭谁都会煮啊，好不好吃的问题啊，对吧？好不好吃，能不能吃的问题啊，我会煮啊。哎、欸，能感到同伴的信息、气息、信息。不去吗？该怎么办才好？不去。要去附近问问看其他人吗？或许地方往沙子下面的方法。OK 啊。辣椒，呜呜呜呜，马这类的小怪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玩过其他作品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倒是给我点水啊。要死人的呢，不水啦，爱心。该美德探。他还不打算放我们进去呢。啊！露珠，不是哎、欸，遭遇战，魔鸦出来吧，赚钱喽！
还是没钱赚啊。奇怪，怪物都消失哦。难道是你打倒那些怪物吗？是是是，我是我。没想到你独自打倒了让我陷入苦痛的怪物，谢谢你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对了，我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叫做透纳，是格鲁德的士兵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点头。话说你在这里要做什么？老实说，那个裂缝也快让我们割了。不仅裂缝没有消失，怪物还源源不断的冒出来。明明只要能清除，就能避免更多的伤亡。萨尔达，这个人会不会知道前往沙子下方的方法呢？欸，他怎么看不到？欸？咦，你想去这边沙子下方？这地下是格鲁德圣域，难道说就到那边你就有办法解除裂缝了？这里原本有一个通往圣域的入口，但是入口被沙子掩埋，谁都进不去。如果想前往沙子下方，就得把入口掩埋。有办法恢复？只要前往士兵看守的洞窟深处，就能清掉这些沙子。可是，一旦清掉沙子，怪物会用剑啊，所以。格鲁德组长才下令要封住入口，但要复原入口可能有点困难。如果想前往沙子下方，其实圣域已经被大型裂缝吞噬了。在那之后，有报告指出大量怪物从圣域入口出现，因此我们才封住入口，把怪物都关在里面。如果要前往，这样啊。你是为了清除裂缝才想去沙子下方对吧？这样啊，好，那就去找格鲁德组长商量看看吧。毕竟你之前救了我，我会尽全力帮助你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能清除裂缝，士兵们就不会再受伤。萨尔达，我们就在西边格鲁德小镇上的宫殿集合吧。一般只有格鲁德族才能进入宫殿，但我会先跟他们打好招呼。在那边等你咯，他不会一起走，反正走边走。他说西边呢，那你往东边走。救我！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我曾经差点被吞噬，有一位剑士出手救了我。哦，啊哈！哎呦，帮我打他！看戏啊！钱呢？他好强耶，嗨，呀，哎呦，嗨，欢迎光临小饭果的冰沙店分店。这间梦幻的店，客人可以亲手制作好吃的冰沙，做法超简单，挑选两样随，
材料就好了。来来来，马上做看看。哇，做做看，好什么好吃的呢？苹果，来来来，葡萄。葡萄加葡萄，啊，不是亲手自己做。哦，补血的。我把刚做的东西记成食谱了，下次就能从我的食谱去素食铺哦。对了，罗恩女，真是拜托你，我的冰沙才刚刚用不久，为了抢占市场，在海拉鲁各地开了五家分店，但因为一直忙着分店的事情，自己都没开发新的冰沙了。听说世上有各式各样的材料，我想请你把那些材料增加更多的食谱，希望你能帮我研发十种美味的新食。当然了，我给你谢礼的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其他地方也有我的手经营冰沙分店。我们打算各地收集美味食材，我早一日让故乡的总店生意。这总店是在哪里？如果接到的手足，请跟老师打招呼。哇！叫托玛丽，是这座绿洲的守卫。其实除了看守之外，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。你应该是旅行者吧？有件事情想打听一下。你会在旅途中有没有看过会飞的地板？会飞的地板？地毯？根据我上次的调查，古时候的格鲁哲族似乎会把那种东西当作信息来使用。那我倒是找遍了，都是没有找类似的玩意儿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忙。要是找到了，能不能带我看看会飞的地板？猫咪，你对赛尔？哎，是是是，有有有有，我可以送你，不过你先听我说说话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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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我送我。哎，床。软绵绵的床，有弹性吗？一样耶。请说。欢迎来到铠甲芒果研究所，给我扇子，给我扇子。为了应对未来粮食短缺的问题，这里正在进行食物的研究相关。给我扇子。我现在在关注铠甲芒果，在研究这种水果的过程。我成功开。只是现在有个问题，这种水果生长得很快，枯萎的也很快，根本来不及采收。采收不了就无法收集资料，再这样下去我经费就完了，所以我才想找人帮忙采收。我才开始尝试去帮摘芒果，只要给予像旋转那样的微弱冲击，任何人都可以轻易采收。虽然要收取报名费，不过只要采得够多，我就会送这种礼物。有兴趣吗？在骗钱的吧？这个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干嘛变林克啊？啊，白痴，繁星，白痴，繁星，你又在耍白痴了，繁星！啊，我在干嘛啊？啊！哦，床就是水哦、喔，好，懂了。
哎呀，我在干什么啊？啊？怎么变40个？刚刚不是50个吗？我被瞧不起了。哦，我漏一颗而已耶，我天哪！三个。给我。好，这跟刚刚说的不算，这跟刚说的不算。你，我真的哎，会回血，呜！来了来了。啊。尖刺，该不会有不能踩的吧？骗我钱的吧？你是来骗钱的吧？可以早点讲说上面会种东西吗？其他种子还有更坑的哦。50个，来来来来来。不能太早放哦。哦，感谢嗨咪瑞哈送我，哎，早该给了吧？有增加那个吗？哦哦哦，增加挥砍的范围吗？还有，让一旦避开就不成问题。这个人一定能用。你不要在那边 murmur 了，好不好？嗨，哈，他一直在吊我胃口，哎，我好讨厌哦。站子，站子。你要干嘛？你说。
哎、欸，没了哎、欸。好啦，12点了，差不多了，我的极限有点到了，该睡了。晚上再见好吗，各位？拉内莫拉是七夕这肉格伍德沙乌上行走时，你们遇过沙尘暴？那个沙尘暴就是拉内莫拉引起，所以只要消灭那家伙，沙尘暴应该就能平息下来。根据目击报告，拉内莫拉不及但格鲁，哎、欸，他原本叫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忘记五个字，是吗？是那一只吗？那一只好像就只有3只还是4只的。来摸，好，我摸。好了，下次晚上就是要来这里了。莫德拉吉克，对，原来是6个字啊！哇，你竟然记得出全名，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很好哎、欸。莫德拉吉克哦，这个名字。好了，大家晚安啦。米娜晚安，利恩晚安，小薇晚安，YT 的赖嘉虚晚安，云小五晚安，水踏晚安，小子晚安，马同学晚安，欢迎晚安，小薇晚安。莫德拉晚安，不是小薇宝贝哦，YT 的小薇宝贝晚安。YT 名称叫小薇宝贝的晚安。噔噔噔噔。偷他钱，偷，去偷钱。啦，大家晚安啦！踩一个头啦，踩！哎，晚点见，晚上见。小子 ，YT 的小子晚安 ，YT 的马同学晚安 ，YT 的利恩晚安。